其实今日过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在这个世上最悲痛的事情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朕从小就父母双亡了，所以朕不希望你因为某些原因而追悔莫及。朕相信你，你能听懂朕的意思。韩大人，马车。经历了这么多，你穿过了这茫茫的草原跑过来找我，想来你经历的应该不比我平坦吧。好在还是让我找到你了。韩四哥，你说这是不是他们常说的藤里的指印？